三星 S9 mini 曝光，搭载骁龙660加 4GB 内存。4月4日，一款型号为 SMG8750 三星新机现身跑分网站，其单核跑分为1619，多核跑分是5955。知名爆料人士透露，该机是三星 Galaxy S9 mini， 它搭载了高通骁龙660处理器，配备 4GB 内存，运行 Android 8.0 系统。骁龙660是基于14纳米工艺制程打造，采用了 T260 架构，由 K260 2.2GHz 乘4加 K260 1.8GHz 所组成， GPU 为 A512， 安兔兔跑分超过了13万。相比于上一代的骁龙653，骁龙660不仅拥有更为强悍的性能，而且是一颗非常省电的芯片。另外，从其配置来看，三星 Galaxy S9 mini 是一款定位终端的新机，价格自然要比三星 Galaxy S9 系列便宜不少。